好啦，今集翻起只魔物猎人啊，咁今集想嚟做一做一个实验啊，一个小小嘅测试啊，咁因为之前都系玩开一啲高输出嘅一啲配装啊，即系一啲秒杀流嘅一啲装备啊，咁最近突然之间有个想法，不如试下整一套极限防御嘅配装出嚟，睇下可以有几咁硬正啦，咁啊，呢个想法系我前嗰排去楼下嗰间超级市场，跟住买呢个草莓牛奶嗰阵时，突然之间谂到嘅，唔知点解，即系可能即系草莓牛奶咁牛啊，突然之间联想到，因为牛俾人一个印象就系强壮、结实、硬正啊嘛，所以我哋有时会形容一个人啊，佢啊。好强壮，佢壮到好似只牛咁样啊，或者直情有啲人啊叫佢做阿牛咁样啊，咁所以就整一套咁样嘅装备出嚟啊，咁呢一 set 啊，技能啊呢度啊，狮吼龙命脉，咁自动回血，跟住防御力 level 7，跟住体力增强 level 3啊，加多50体力，回复速度 level 3，即系红色嗰个受伤状态嗰条值咧。可以回快啲啊！火耐性、龙耐性啊，精灵交互 level 3，跟住无伤。呢个其实就冇乜用嘅，只不过系纯粹为咗攞呢个技能，所以先至配埋出嚟嘅啫。咁呢个可以俾你夹一夹，夹一夹啲猪同埋装备啊。狮吼龙嗰个命脉就要佢嗰 set 装任意三件啦。呢度就拣咗呢个 body 手同埋腰啊。因为 body 嘅话，佢有个回复速度啊嘛，系咯，本身有 level 2，跟住手嘅话就，佢啲窿比较多啊，佢有三个窿啊，跟住 body 嘅话都有两个窿啊，加一个回复速度，咁啊拣咗呢两件啊，腰嘅话就都有两个窿，所以就拣咗条腰，咁啊脚同头啊冇拣啦，因为个人觉得脚同头啊冇咁好啊。头啊，我有整啊，但系佢得一个窿咋，咁啊又系无伤 level 1，但系得一个窿啊，咁啊好唔抵个人觉得啊，只手都系无伤1啫嘛，但系有三个窿啊，争咁远嘅，跟住脚就嗰个瘴气耐性，虽然都有两个窿，但系呢个真系打翻狮吼龙先会用得着嘅啫，你打其他龙啊用唔着嘅咧，基本上。系咯，所以冇咁全面，所以唔拣呢个啦。咁啊，拣咗另外嗰、那个大马士革啊，咁啊直接有个防御 level 2啊。跟住头嘅话系用咗呢个工会十字 beta，咁啊要用硬币整嘅。咁啊几劲啊呢、这个几劲啊！即系如果你系玩开防御装嘅话，我都建议你整一个咁样嘅头。佢精灵交互 level 2啊！跟住再自带三个窿，非常唔错呢个认真系咯。咁啊精灵交互又系，如果你系玩开高血量高防御，即系你系做开肉盾嗰啲咧，你负责上去食招嗰啲咧，打团战嗰阵时，咁个人推荐必须嘅一个装备啊，唔系必须嘅一个技能啊，系啦。一定几率减少受到嘅伤害，咁啊 level 3可以直接减50%，直接减半添。咁啊个几率我都试过啦，我以前仲系十零呢嗰阵时都有用过啦，好前期嗰阵时，感觉个几率都几高下其实，即系都会成日发动到嘅，咁相当唔错嘅一个技能。跟住猪就呢度啦。插晒防御珠、体力珠啊，跟住仲有呢个组服珠啊，插一粒，加埋个 body 就啱啱冇 level 3啦，升满晒啦，回复速度加到4倍啦，跟住加一粒交互珠啊，精灵交互啊，加埋个头就啱啱冇 level 3啦，呢度减伤50%，跟住三粒内龙珠啦。龙属性啊，唔系龙耐性，加到 level 3可以加多10防，加埋龙耐性。因为本身呢套装咧，如果你唔加龙耐性嘅话咧，佢系负嘅个耐性嗰度系啦。你可以见到啦，依家系14啊嘛。咁如果你扣翻佢加嗰20，其实本身系负6嘅，
加翻个二十先至有翻十四啊，系啦。咁护石就用咗个耐火护石啊，火耐性加三啊，咁二十火耐性再加十防。咁因为佢本身火耐性嗰度都系负值嘅，呢套装加晒之后系负五嘅，咁加埋个耐性先变翻十五啫，系啦。咁加满晒之后，咁耐性嗰度又加多廿防可以。咁依家所有耐性基本上都全部都系正值噶啦，最低嗰个兵耐性都系零啫，都唔会有负啊。咁所以响抗性方面都算系唔错噶啦。咁防御就依家系546加尽晒，咁全部客制化晒噶啦。啊呢啊十一 lay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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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四 layer 客制化晒噶啦，最尽噶啦，五四六防。咁武器方面。个人推荐，即系如果你系玩开防御嘅话，我推荐呢把爆锤龙嘅嗰个武器啊。咁呢个我拣得太刀。咁如果你玩开其他武器，你都可以睇下有冇爆锤龙嘅，因为佢嗰个防御力加成系加最多，加三十防，跟住三十防客制化有两次，而且仲有两个窿，一个三格窿，一个一格窿。咁唯一可惜嘅就系、是，我啲龙脉石唔够，我只系改咗一格啫，啊，因为佢改一格要两粒，咁啊依家得翻一粒，咁啊争一粒。如果唔系嘅话，我谂住改埋个格佢，咁啊可以推进埋个极限佢，啊，可以加到五十防，咁啊即系变到套装有少少遗憾。我都已经特登拆都好几场啦，都系拆唔到。佢反而俾咗个长枪，同埋俾咗个唔知弓定弩我。咁算啦，反正嗰十防对于依家嚟讲就唔算话影响太大嘅，啊，即係你加多十防都系五五六，咁其实依家都已经好硬正好高防㗎啦，咁可以你测试下俾你睇呀，你加多个防御力大呀，加埋弱嘅话可以上到600添㗎啦嗰度，啊依家561啦。即基本上依家呢套装，如果你唔系手残嘅话，基本上都唔会死噶啦。啊，认真嘅，真系。即如果你把武器可以改埋呢个吸血嘅话，一路打一路吸血嘅话咧，即应该都好难话会死啊，除非你真系企喺度啦，企喺度，跟住你系力战企喺度唔喐，俾条龙打咯。如果唔系，你唔会死噶啦。啊！呢个我揀隻力戰嘅滅盡龍啦，揀隻力戰嘅滅盡龍俾你睇啊！啊，系咯，同埋隻貓呢度可以揀埋个補血啊，揀埋呢个啊，咪更加如虎添翼啊！即基本上你真係唔係手残嘅话，你係唔会死㗎啦。老实讲，真係啊！我测试下俾你睇啊！陣間我出到去，我企喺度俾佢打，我咩掣都唔按。你睇下可以捱到几耐啦？食埋个秘药啦，加埋嗰啲血佢，加尽佢粉尘，系啦，种子啊，626防啊，系啊，锁定埋噶啦，啊，跟住由佢打，我咩掣都唔揿啊。
终于死啦！挨几耐？应该都有几分钟啦，系嘛？嗱，力战嗰只嚟噶，你可以睇到啊，力战级嚟啊！咪呢度可以啊，俾你睇下，如果系普通嗰只嘅话会点啊？俾你睇埋啊！啊，即系如果唔系打力战，打翻普通八星嗰啲古龙啊，种子系啦，加尽晒啦，六二六。瞄埋佢啦喂，嗱你自己睇住先啊，我去六个面咋？诶，条龙咧？哦，转落区啊！啊，好啊！嗱，打到转区佢都未打死我，啊，有板你睇啊！呢度换过另一条啊，风长龙，呢度啊，暴风之主。风长龙，好啦，埋呢度上翻去，打咗我落嚟，好似行远少少，费事佢又打咗我落去，跟住搞到咩？呢度应该 OK 啦。
哎，又走啦！啊，都系打到转区都未打死啊！啊，系我仲未俾佢打死啊！啊，所以话咯，即系如果你啊你自己用埋吸血武器嘅话，啊，你人手操控嘅话，基本上真系冇乜可能会死噶啦。又打到我过区，行翻入面啦！嚟啊，食埋噶啦，食埋少大啲啦。啊，都系冇事，啊，都系打到转区，啊，都冇事啊。咁啊，最后嘅司徒龙啦，不司徒龙嘅话最好换一换个内障护石上去啊。咁啊，顶埋啲瘴气佢，可以换走之前嗰个火焰嗰个耐性啊。系啦，咁啊，如果唔用内障珠嘅话，俾佢啲攻击打到直接扣最大体力嘅话，都系有可能会死嘅。咁啊，换埋呢个嘅话，应该就冇问题噶啦。诶，应该都打你唔死噶啦。诶，不过呢条龙我就自己冇测试过啊。咁所以呢度都系第一次啊。不过我谂应该都 OK 噶啦，应该都顶到啊。啊，最后一条古龙616，咁啊少咗十防御出嚟啦，嗱嗱声。就呢度啦，场地中间啊，就企呢度啦。哎呦！嗱，呢啲伤害唔计啦，呢啲唔系条龙嘅伤害，呢啲系场地嘅伤害。我都系走翻入少少，费事佢又打咗我出去。
啊，走翻去。哦，走啦！四条古龙啊，四条古龙都打你唔死啦。即系除咗力战级之外，应该就冇其他怪可以打死你噶啦。啊，你都见到啦，企喺度基本上企喺度俾佢打啦。啊，即系如果即系可能打团战应该几有用啊！呢套装，即系可能你有啲 friend 啊。佢真係啲技術唔係太好嘅，咁你幫佢配呢套裝就啱㗎啦。跟住你幫佢用嗰、那個嗰件挑引衣裝呀、啊。啊即嗰件撩條龍過嚟打你嗰件呀、啊。啊呢件呀係呀。啊即你可以幫佢配呢套裝，跟住加呢件呀、啊。跟住叫你個 friend 著呢件呀、啊。跟住佢就衝上去俾條龍追住嚟打。啊反正佢都打唔死㗎啦。啊咁你另外嗰三个 friend 咪可以专心咁样输出咯，跟住就可以系咁打条龙啊，一个做肉盾走去挨啊，系啦，应该啊团战应该几有用啊呢套装，我谂啊，咁就算打力战都冇问题啦，应该你头先都见到啊，打条力战灭尽龙啊，就咁企喺度都挨到三分钟咁滞啦，咁如果你人手操纵埋咁行下走下，应该都唔会话即系。太容易死㗎啦，应该都可以捱到好长嘅一段时间㗎啦，除非你真係个手掣坏咗㗎啫，係囉。咁所以有兴趣就直返套啦。咁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先啦，下次再见啦，係咁啦。